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小怪，，明白了，大家到这边来。孩子们，听我说呀。飞翼龙、小海狮，难道这些孩子们的兽车人都不见了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这谁？啊？怎么又是你们？嘿，你能来，我怎么就不能来？就是，我们也关心同类的。我们还是赶紧偷听一下吧。那家伙骗我说要给冰封鸟美容，那是个高个子坏蛋。我竟然相信了他。喂，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无论是谁，把我们的同类抓走，让那么多孩子伤心，绝对不可原谅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说话太大声了？我们暴露了，你这个笨蛋！琥珀、凌风，快跑！龙威，你这个笨蛋，把我们也暴露了。你要是不回答，我就不会暴露了。野生的兽车人，别跑！怎么回事啊？星宇，救命啊！星宇，他是你的哥哥。对的，他叫龙威。哥哥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哥哥，星宇，你啊，谢谢你龙威，谢谢你这段日子保护着星宇。哥哥，你没有生我的气呀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看，这是过去几个月来兽车人失踪案件的分布图。如果是你们几个机灵鬼的话，一定能够把兽车人失踪的嫌疑人揪出来的。我们狩猎时间开始，行动开始。星宇，这次的行动计划是让兽车人假装走失，吸引嫌疑人来把他们拐走，而藏在暗处的大家就跟踪嫌疑人，找出嫌疑人的大本营。大家盯梢的时候千万不要擅离职守，还有现在各位手上都有一个对讲机，如果有什么事情随时用对讲机沟通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个钓鱼行动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危险？比如说如果我们跟丢了，兽车人被偷走了。阿威，
你不会是害怕了吧？啊，不会啦，我们会小心的。我这边有情况。星宇，救救我！那只小狗，不好，是大狗！我来了！救命啊！大叔，那个玩具是我的，不是垃圾。嫌疑人怎么还没出现？该死，刚才喝太多果汁了，得去上个厕所。终于舒服了。熊爸，你省省吧，想要吓唬我哪有那么容易啊。熊爸真的被拐走了。啊，怎么不见的？我去上了个厕所，回来就不见了。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？龙一飞别急，打开警定窗，用雷达追踪。怎么办？对了，熊爸等着我。前面就是嫌疑人的大本营了。这个玩具是我刚刚从路上捡来的，送给你，谢谢。原来是被小孩捡走了，虚惊一场。这是我的，要玩你们自己去买。大哥哥欺负人。喂，龙一飞，你刚才跑哪儿去了？快把我吓死了。要你管。喂喂，我已经找回熊爸。重复，我已经找回熊爸。大龙一飞，看你怎么想的。都6:30了，看来今天不会有结果了。礼物终于出现了。阿卫，你确定那是猎物吗？我们已经有几次假警报了。男，看起来跟我们差不多年纪，可是长得比我们高一大截，接近1.6米，我确定他是嫌疑人。1.6米，高个子。好啊，总算来了。谢谢你，小朋友，你的受托人叫什么名字呀？叫冰封鸟。不是他。小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回来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们拉钩。阿卫，你先跟踪他，大家赶紧去跟阿卫会合。本营在游戏厅里面。星宇，你们终于来了，龙一飞呢？他呀。这地方我们来过，你看我做了记号。用不着你说，我们迷路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不过游戏厅应该不是大本营。绑架了林峰，还有心情去玩游戏。我们先继续跟踪，他总会去大本营的。想什么呢？还有心情看玩具，有点怪呀。我怎么感觉他在带我们乱逛？不会吧？6:59。小龙，快追！
没事，我们有雷达。狩猎时间结束了，雷达没用啊！哎呀，林峰，林峰，如果他被抓住了，那不可以。有我们两个，一定能追上他们。等我们的好消息。哈哈，那帮笨蛋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计划。殿下早就把他们四个人和他们兽车人的样子画了下，发给我们。所以我第一次看到林峰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个陷阱。所以我去游戏厅、玩具店，其实都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等待狩猎时间结束。主人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给你点30个赞哦。只要明天我把林峰交给殿下，我们就能升职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了。朋友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别吓我呀。那个，我在打电话呢。糟糕，不是吧。启动 X 能量，果然是暗夜猎团。龙威，你去追他，这家伙交给我。好。还没变身的你们，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。哼，不试试的话，怎么知道呢？嘿嘿，掠食小鸡轻松过关。你嘿，笨蛋，我是故意骗你的。嘿，林峰，快出来。没有林峰我就不能升职了，休想拿走。啊！气死我了！这会逃跑的大猫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呀！这地方真难走，出口到底在哪儿？可恶，这家伙到底去哪儿呢？把林峰还回来！不还不还就不还，还得靠他升职呢。速度好快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怎么这么想不开，去撞墙啊！啊！这就是超速的代价，看你往哪里跑。别跑！要把林峰交给老大，要升职，我不要再过苦日子，不再吃树皮过日子了。啊！林峰！把龙威也抓住，我就能连升3级了。我果然是天才。林峰，你知道怎么逃出去吗？不知道，要是知道我早就出去了。你们就死心吧，我这个铁盒好用得很，买回来3年都没坏过。龙威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10了。你真是个路痴啊。你好意思说我？那你呢？
是雄霸和龙一飞的声音。雄霸，龙一飞，爸，龙一飞，雄霸。哎，放弃吧，不可以放弃的。可是他们根本听不见。想想阿卫，你被绑架之后，他着急得很。要是你被抓走，插上了 X 能量卡，还攻击阿卫，你会开心吗？谢谢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不可以放弃。龙一飞，雄霸。等等，好像有谁在叫我。雄霸，雄霸，雄霸，龙一飞，龙一飞，站住！一飞，我们分头夹击。糟糕，快跑不动了，万一被堵住了。可恶，为了脱身没办法了。金头龙威，一飞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总算把林峰和龙威救回来了。天哪，我差点就被车子压扁了。你们大家都不饿吗？赶紧吃饭吧。没有胃口。我不担心琥珀，但是我要等他回来一起吃。不知道林峰现在怎么样了。我回来了！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，林峰。哇，有你在，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？一涵，虽然没抓住那个高个子，但我抓住了他的兽车人。不愧是我的兽车人。仙羽，我回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哎呀，你骗人，说了要帮我找回冰风鸟，现在呢？它在哪儿啊？我不会骗你的，尽管今天失败了，可是我绝对不会放弃对你的承诺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发誓。我们也会帮忙的。猎团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被绑架的兽车人现在又在哪里？死心吧，你是不可能挣脱的。这个装置可是用钢化玻璃和钛合金做成的。啊，糟了！真是好险呐，卑鄙的暗夜猎团，这都是你们干的好事。哎呀，暗夜猎团不可原谅。哎呀，一飞别激动，你的手不疼啊？当然疼，可是暗夜猎团每天都在绑架兽车人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吗？这次我要好好教训他们。没错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类受苦。说得简单，问题是前几次的行动已经让暗夜猎团有所警觉，恐怕我们的调查会越来越困难。阿卫，暗夜猎团会不会把兽车人抓去做研究？跑步啊，举重啊。抓去做研究？哦，还远远没够20公里呢，不可以偷懒。阿卫，不要，我好累呀。我怎么知道？第五课，古诗词三首。老师最近又胖了。难道是我出现幻听了？你年纪大了，肯定出现幻听啊。
嘿嘿，我已经把你上次整蛊小美的事情说给老师听了。不是吧，你不是说过这件事要保密的吗？什么什么事情？还装蒜。你的裤链没了。可恶，谁的恶作剧呢？喂，星宇，已经下课了，走啊，跟我们一起去狩猎啊。狩猎什么？你排名这么低，会拖累我的。一菲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哼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怎么了？你还装无辜？你既然嫌弃一菲，那我们就好好打一场吧。龙威，无缘无故的你们想干什么？星宇，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我并不比你弱，知道吗？别吵了，一菲，你刚刚听到的声音是第三声源。第三声源？这几个发出声音的红点是我们在场的几个，而这里，这个是最近在学校中我们一直听到各种谣言的传播者，我暂时称他为第三声源。难怪我上次去厕所突然有怪声响起，吓我一跳。没错，当时你还没事没事，大家继续。你还把裤子尿湿了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上次有个奇怪的声音告诉我的，我想了一个晚上。没错。什么？那么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秘密？这件事貌似全班都知道了，只是我们考虑到你的感受。完了完了，我迎面神武的形象就这样毁了。不过这样听到声音却看不到人影，难道是？没错，我的初步推测是像上次学校被冰封一样，都是兽车人所为。果然我们还是不能随意放纵这些兽车人。对，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，居然随意传播谣言，破坏他人感情。星宇，一菲，我先走了，回去继续研究这件事情。阿卫真有干劲儿啊。每逢遇到这种事情他就特别来劲儿，全靠阿卫我们才能找到线索呢。你们为什么要帮助人类来对付同胞？你们忍心吗？谁那些嘴上说要把我们当作搭档的家伙，只是喜欢听命令的兽车人而已，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工具奴隶。龙威，走了，回家去了。熊霸，我们也该回去了，时间太晚了。滚开吧。阿卫，休息下吧，你放学回家就一直在忙。还远远没够20公里呢，不可以偷懒。阿卫不要，我好累。林峰，以前我老让你做各种试验和训练，你有没有恨过我？没有了，我早就把那些事忘了。阿卫，你是我一直认可的好搭档呢。谢谢你，林峰。龙威，准备睡觉了，我要关灯了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同样是兽车人，为什么我就要遭受这样的待遇？星宇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关心兽车人吗？什么？一菲，我看我们还是放过那些兽车人吧。看我把你们都狠狠地干掉吧，暗夜猎团。一菲，你太可恶了。怎么了你们两个，从今天早上开始你们就一直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对呀，今天没有看到龙威和熊霸的身影。
不用找了，今天龙威和熊爸都没来学校。啊，怎么了？昨天不是好好的吗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突然就说我一点都不懂得关心受车人，熊爸一大早就去找龙威了。啊，那我们找个专家来分析一下吧。什么？身为一个列车手，受车人怎么能随便离开自己呢？那我们要怎么做呀？当然是要你们去哄哄龙威他们，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了。哄他们？办法我都想好了，刚好下午没课，正合我意。我还是不去了，学校还有点事情呢。好吧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林峰，这一次就让我们尝试着拯救受车人的命运。嗯。歪歪西达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就是啊。当然了，相信我。龙威、熊爸，他们俩给你们赔罪来了。龙威，昨天晚上是我不好。熊爸，你还是跟我回家吧。哼，少来这套。没错，你们两个坏人，一点不会体谅人。什么？什么？林峰，走廊的天花安装上。好的。走吧，去下一个地点。近来在学校制造谣言的受车人，估计跟冰封鸟一样，是被暗夜猎团操控的吧？没错，他也是受害者，我们不应该对他太狠。等等，龙外熊吧，你们会不会误解了我们的意思呀？那你说吧，星宇。可能我和龙一飞的语气不太好，但是我们并没有想着要对受车人怎样啊，对吧，一飞？啊，没错没错。我们的意思只是想找出这个受车人，希望带他回去哥哥的研究所，令他重获新生。放心吧，龙威、熊霸，我知道你们担心着同类的命运，但是我们也一样担心着其他受车人呢。那我们应该……那还用说？回去学校，揪出幕后的罪魁祸首。一飞，你脸画成这样，就想直接去学校吗？有了这些可以捕捉声波来源的摄像头，我看你往哪里逃。阿卫，你都忙了一整天了，应该休息一下了。没事，我不累。林峰，有情况。林峰，可恶，直接针对大脑的声波攻击吗？阿伟，不行了，我要先变回车形态。找到你了。想逃，我会找到你的。嘿嘿，想抓住我，未免太小看我了。整个学校都布满了我的摄像头，你的逃跑路线我早已分析清楚了。兽魂服务器C33区神秘石洞区域，封闭式的战斗场景，而且很多障碍物，林峰的战斗力至少会下降10%。在阴暗的石洞里，你们将会成为蝙蝠的猎物。废话少说。你的速度太慢了。林峰。
我最喜欢就是看到别人不快乐。看我的风速弹！哎！一下都打不着他。声波定位的蝙蝠确实麻烦。看我下一击把你收拾掉！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林峰，加速，幻化成风吧！嘿，还是玩什么把戏？哦！我的声波定位居然失误了。现在的林峰就像一阵狂风那样吵闹，你再也没法通过声音捕捉林峰的位置。林峰，雷厉风行！喂！一切心平身大，阿威，还是抛弃你的主人吧，人类没有一个好东西，我们兽车人才是好同伴。不，阿卫是我的伙伴。冥顽不灵，音频真大。乖，爸爸和妈妈今年要去趟国外出差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哇，你们每次都说很快回来，可是一年就回来几次。走吧夫人，时间快到了。不，不要走啊，爸爸啊，妈妈啊。少爷，这是老爷和夫人给您带来的玩具，希望您不要寂寞。我要的是爸爸妈妈，不是你，我讨厌你。这好，我承认我以前确实不是林峰所信赖的人，我一直拿林峰做各种数据研究，我不是一个好搭档。没错，我们守车人都能自主行动，人类搭档根本不值一提。但是林峰对我的不离不弃让我明白了，我不会再让其他兽车人经历被研究的痛苦。啊，有点不妥。超一峰，你也是个可怜的兽车人，追风诀。什么？没有声音的招式？游戏结束。
来的兽车人，快快出来，被一飞大哥我制裁吧！还不快点把超音符送去研究所！小月姐姐，快救救这个兽车人！小月姐姐，超音符他究竟经历过什么？可能并不是好事。是，原来不单单只是超音符，还有更多的兽车人。最后这个像擂台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兽车在互殴？这个地方的构造简直就是古代的竞技角斗场。我们的同伴，一飞，我要救出他们。当然，有我一飞哥在，绝对不能原谅暗夜猎团。Hi, 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